厚的，对，很厚很厉害、嗯、所以我他说如果你要唱这种歌，如果你不用那个丹田 That's right、嗯、对，如果你不用这个，你就会你的喉咙会死掉哦、oh, 所以他的气很足、嗯、不管到什么样的高音、嗯、对不对、哦、收放自如。还有呢，戏剧方面有没有？有，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学戏剧系、嗯、然后舞台剧歌舞剧哦、oh, 是这样。看到没有，你看我讲的没，我只不过是一个没有歌声的倪安东而已。你在前面，你在前面，那个 I can take my eyes， 你对嘴就好，你唱，就是你变成有躲在后。Can take my eyes off， 讨厌呢，好讨厌啊。Can take my eyes， 好像哦。Can take my eyes off you。就是怪哦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这位不舒服的，请打圈。超级不舒服。怎么搞的？大爷，干嘛？跟人要求有什么两样？怎么样？要求的比你的问题不是出在歌声，是出在嘴唇。不要侮辱倪安东。我的感动，所以是嘴唇。嘴唇太错了啦。怎么样，圆圆？好像那种海产店喝醉酒，然后倒在路边那边唱歌的人。很有情景，很有画面，对啊，我觉得非常棒。哎呦，看到没有？对，因为他没看到你背面，英雄是英雄，不是阿 K 还可以做到，你的话就没有办法。对啊，你还是嘛，来，不是因为你又挡不住倪安东。啊，站着，蹲，贝贝。啊，他也要吉他，干嘛？就搞钢哎，肚子前面的东西已经够多了，还要反的，那都是还非反，吉他可以非反的啦。没关系啊，他宇宙人，他宇宙人。好，预备备，开始。起来算了，不要你。好，唱一下，好唱一下。对，开始对嘴哦。倪安东现场情歌，你大声开心到傻了。Can't take my eyes。太呆了。大学生了没？好，唱一下，好，唱一下。对，开始对嘴哦。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Can't take my eyes. 好恶心。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有这种歌声的感觉如何？好爽哦，其实很爽哦，歌声超爽的。可是你们真的差就是不止歌声嘛，就真的你的眼神猥亵，对不对？好了，我们会慢慢再找你的优点，好不好？好，加油！大家给这个倪安东的评语是什么？圆圆高级是什么意思？高级就是谁低级啦？就是比如说人类中的高级货哦，对，就是男生的高，梁武帝那个就是次等猎货，这又是仿的次等，你是种姓制度就对。然后像他的话就觉得高级是比如说哦，他的血统啊，他的。身是他的歌声，然后他的长相，就各方面去给命理师看的话，都会觉得他很高级货。哦哟，对，来，秋说他是天堂来的，就是因为他又会唱歌，然后又有学过戏剧啊。就他刚唱歌的时候说 "I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的时候，就是说如果对女生唱，就感觉。就觉得这一刻你想要感觉一下吗？不是跳进来。我们现在要选一个幸运的女生哈，好不好？大家站起来，来两脆拳，哇！剪刀石头布。阿达，你坐下。我们说女大生，好，大爷也可以加入，大爷男也可以。倪安东的迷人魅力，连男大生都抵挡不了哎！到底哪位幸运儿能近距离听倪安东唱情歌呢？剪刀石头布。哇！还要做一层，他做完布，我来问你啊。就是你，耶！飘出好看，你可以飘出。你拉着他的小手哦，一只就好，一只手来，然后看着他上，可以。Oh my god！OK， 好。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哦，鸡皮疙瘩。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Can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太冲淡了。Can take my eyes off of you. 飘冲呆了。小姐，小姐，感觉怎么样？哦，又选太少哎，然后就不够，吓呆了。觉得应该 ending 要一个吻吗？好啊，好啊。哦，语无伦次，开始发抖，要哭了。我觉得不是天堂来，他就是神。哇、oh. ，He's my God， 真的。Oh my God！ 哦、OK， 那你想跟他要求什么吗 ？Mason。好啊，电话地址都可以给我。地址干嘛啦？你查户口。可以吗 ？Mason 没问题。哦、oh. oh. ，怎么样，尼安东？OK， good， 跟这两位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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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哦，为什么呢？还不是会封锁？觉得他们蛮好的演戏的老师啊。哦，哎呦，这个厉害了。你也是陶晶莹啊？猫猫令，我看过你的什么东西？哪边？你跟小林老师有哦，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可是一个搞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我看了一下就觉得哦，非常棒。哦，你竟然在谁都引导过搞恭维？啊、嘴巴又甜。后面两位推通告啦。也有笑啊！真的啦，休息一下啊！谢谢你安东。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欢迎第二位反差型的爆红人物，让我们一起欢迎朵拉小姐，欢迎。百货公司型女第一名哦，而且这样长得甜甜的，然后爆红，但是却是很大的反差，哎呦，对不对？请问大家，这个你的专长是？专长模仿，模仿，模仿，而且你模仿好像都是要模仿一些比较另类的卡，真的，对。可是长得，有人说他长得像九令，对不对？一点点眼睛，九令哈，哎呦。好，那么我们马上就要请你来表演啦！你最擅长的模仿是会吃啊！来一下，来一下，我猜一下，你确定？我好紧张哦！对啊 ，Oh my God， 这是我的 baby， 这是会吃，你的 baby， 老师变成紫色的了，我还是很爱他的啦 ，baby， 今天很开心来到大学生了没有？看到那么多帅哥。美女，哦，我的心都年轻起来了。耶！哦，纳豆，你短短的，好巧哦，久别了。我最喜欢的是王思贤哦，王思贤，我爱你哦。好 ，OK。慧慈，最后祝福各位阿公、阿妈、舅舅、老舅，还注意哦，他们都得拍手机哦。OK。请按圈叉来，我们看看。太夸张了。妈子觉得他很厉害。我觉得他演得很像，而且不计形象哎。对呀、啊，很像哎。我觉得你还是不要演好了。超像小波。哦，我没有办法接受。我刚才在化妆间化妆的时候，看到他坐在我旁边，我以为，哎呀，怎么又来了一个女大生这么漂亮？结果后来，哎，怎么会这样子？对呀、啊，你长这么漂亮，为什么要模仿惠子啊？就是。